肖总，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风腾科技主管倩女的产品总监何总，小何，这是知一科技的肖奈，肖总。何总，肖总，我们新签的那个手游啊，就是由他们团队开发的，你们俩以后啊可以好好沟通，而且我告诉你，肖总有意竞争新倩女的项目开发。哦，肖总这么年轻，让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我们王总。 还是很喜欢提拔年轻人。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s down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王总、何总，哟，甄总，您什么时候过来的？ 刚刚来的时候，我可没看见您啊！哎呀，王总，你可是火眼金睛啊！我稍微迟到了一会儿，都能被你发觉啊！嘿<笑>，这位不是智易的肖总吗？真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也能碰到你。我听说你的手游跟王总已经达成了合作，甄总，消息很灵通。<笑>哎呀，这一合作。 就今非昔比了，就不是当初那个三百万就能买下的团队了。三百万，甄总在业内一向以豪迈闻名，我们处处茅庐，被甄总的出手吓到，生怕辜负，所以没有达成合作。风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智一科技的肖奈，肖总，庆大集团机器的高材生，肖总，我们风总，久仰。 肖总比我想象中还有年轻很多。是啊，起初我还担心肖总太过年轻，没想到无论是手游还是新倩女的策划，都让我刮目相看。而且肖总在系统安全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么说，肖总对新倩女的开发也有兴趣？倩女幽魂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游戏，我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挥一点自己的作用。我的夫人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对这个项目非常关心。 甚至有几个计划案，我觉得不太满意，很期待你让我耳目一新。应该不会让你失望。那我就恭候了。嗯，薇薇，我们回来了。怎么累成这样啊？你是不知道，这不临近期末考试了吗？图书馆人满为患，座位都要靠抢的，而且一整天复习下来，腰酸胳膊也疼。 还是你好，留在宿舍复习，不用抢座位，也不用人挤人。你们都去图书馆了，宿舍就留给我了。要不是宿舍的床对我一个好利太大，我才不去那边。你复习的怎么样了？今天的计划完成差不多了，还挺有效率的。哎呦，还不来了？
我来了。哎呀，三嫂，你终于出现了，等得我花儿都谢了。久等久等，我这就把灵手给你们。哎，三嫂，为什么我的宠物是公的呀？抱歉啊，我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唉，人生好无趣，宠物都是公的，比不上老三呀。现在在上海参加酒会，美酒在手，美人环绕。哎，三嫂，不要生气，回来我们帮你教育他。我没有生气啊，我很欣慰，愚公这次的成语都没有用错。合作了吗？三嫂，这你也知道？早上和他吃饭来着。我去，这个他都来汇报。哎，我来，我来，我来。三嫂，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好好谈合作，为什么忽然要去酒会呢？其中必有美人计。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老三的老婆本就有了。老婆本要这么多？人家要娶细花儿，细花儿。没办法，大神没理想，不想嫁富婆。不是我。思思，你这回买的这个坚果巨好吃，回头我也在网上买点儿。想吃就吃吧，别找借口。哪一次我们买零食不是蹭吃蹭喝的呀？那，还是你了解我，那我就不客气了。薇薇，你快点上学校论坛。怎么了？快点！什么鬼啊！这是劲爆！本校著名才女挑战绯闻美女，激动啊！今天无意逛到本校才女的微博，发现了一篇新鲜的博文。我其实只是随便看看，谁知这一看就激动了，越看越激动，于是拿来跟大家共享。这爱香奈儿谁啊？居然说大神喜欢我们微微是因为看上微微的身材，而且语气极度自恋，恶心死我了。你居然不知道他爱香奈儿，爱才女，学校知名人士，喜欢写一些咖啡啊、音乐啊、香水什么的，时尚杂志上还有他的专栏呢。什么才女啊，
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这个 C 君又是谁啊？这还用问吗？你没看回帖，肯定是孟逸然啊。如果智一的引擎真的能做到全局光照，那么我们游戏的视觉效果将会是质的飞跃。技术方面的事情我不太懂，肖总，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所在的宴会厅灯火通明，风总更是光彩熠熠。不过风总身上的光，却不仅仅来自吊灯的光源，还有无数的物体对灯光的反射。我们的引擎能够尽可能追踪光线，模拟真实的光照环境。冯总，时代科技的赵总好像一直在找你。那我们赶紧过去吧。嗯。肖总，什么时候离开上海？明天下午的飞机。那如果明天早上有空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喝杯茶。不谈技术。乐意之至。逸然，你记住，做你自己，保持微笑。失陪一下。香奈儿估计是孟逸然的朋友。哼，这种女人大概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应该围着她转，爱着她，不爱她那就是肤浅好色，不懂内涵。我们把薇薇的成绩单贴上去，羞死她。对，不用理她，丢人的又不是我。也是才啊！再说了，大脑这种东西要在同一个水平上才能互相承认。微微，你好毒啊！这算什么？按照愚公的话说，这连大神的九牛一毛都不到呢。哼！微微呀，你真的是34C 吗？那个白裙子什么来头？好像对我有点意思，一会儿过去聊两句，一起出去玩玩呗。你别老毛病又犯了，上回的事情还没摆平呢，别再闹出事儿了。风腾酒会一般闲杂人很少，别惹事。想多了吧你，我看他就是过来钓凯子的，又不是什么女强人啊，又是一个人过来会什么人？他朝我走过来了。孟小姐，你的舅舅真意科技的甄总在找你。相信自己，你的魅力足以让肖奈主动跟你说话。肖肖，你说的对，我成功了。
原来是真艺科技甄总的外甥女，看吧，早让你收敛一点。你老婆又欺负我，看老婆在，你和愚公他们玩得很开心。没有没有，我一直在认真的复习，就上线几分钟给他们发了下灵兽。那我为什么一直接到告状短信？告状？难道不该是表扬吗？明明送他们毕业礼物来着，下次上去揍他们。微微，我是说 PK。 以后少跟他们混，都被带坏了。嗯，要打人不用自己动手，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其实我是被你带坏的吧。很高兴作为你的榜样。那个，时间紧迫，我要抓紧去复习了啊！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好，拜拜。哎。新料了吧？求黑掉论坛。微微，你的意念太强了，爱香奈儿的微博被黑掉了。这一定是咱们系男生干的，太有爱了，够爷们儿。干得好，这才是计算机系解决问题该有的方式嘛。喂，别担心啊，这几天过了就没人记得这事儿。嗯，微微，这事儿是不是你家大婶做的？绝对不是，她从来不做这么直接的事儿。麻烦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能不要用这么崇拜的语气吗？哦，对了，微微，你家大婶对这事儿什么反应？我没说。你跟那儿打那么久电话，你居然没说这事儿？唉，一接电话就忘记了，而且大婶很忙的，这点小事儿就别告诉她了。唉，不是大婶，到底是谁这么能干？我简直爱死她了。大婶很忙的，很忙的。手好酸啊！大爷，来了来了，手劲合适吗？大爷，轻点轻点轻点。哦，口渴？有，口渴。哎，来来来，舒服吗，大爷？嗯，还行吧。哎，等老三回来啊，我要狠敲他一顿。这老三不在，就得老子上了。哎呦喂，敢欺负咱计算机系的姑娘？哼，就是，敢说我们三嫂那脑子，这他那奖学金比我都多。哎。要我说呀，这事儿咱就别跟老三说了啊，他在上海估计也挺忙的。再说了，事儿反正都已经搞定了，而且咱们学校新闻的更新速度，哎，最多两天这事儿就过去了。嗯，论坛又有什么新八卦了吗？啊，没有没有，就是刚刚肖大婶来电话了，她回来了。哎，微微，刚才跟肖大婶通电话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把我深深埋藏在心里的话给说出来了。你说什么了？我说，他怎么还不请我们吃饭呀？
太无耻了。那还有更无耻的怎么办呀？你说，我说，那择日不如撞日，反正明天不用考试，干脆就今天吧。你别再拉肚子了，小陈吗？小陈吗？你好，肯定是快递。昨天十点我在唯品会上抢的单，到货时间刚刚好。你好，田思思在吗？啊，我就是。来，你的快递。谢谢。多少钱买的？216。这可是正品特卖，商场专柜有好多钱呢，网上五三折，划算吧？不过不是上次那条，但是我觉着这条更好看，品质更好。嗯，不错不错，款式比上次那件更大方保守。嗯，良家妇女会喜欢的，是吧？这条裙子不会是？没错，就是送你的。我们不是吃白饭的人，大神请我们吃饭，我们无以为报，送你条裙子了。上次小林家大钟请我们吃饭，我们也送情侣睡衣了呢。这么雷的事儿能不能不提？期末了，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这是我们吃榨菜省下来的钱，所以你今天一定得穿。微微，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刚才堵车，会晚一点到学校。你还在车上呢？几点下的飞机啊？3:30。那，要不今天晚上就……微微，这种事你应该早点提醒我。小董，合同里面关于游戏注册权这块的约定，我看一下。啊，好了。一会儿再说，我先挂了。拜拜。大神这是在怪我没早点告诉他要请我们宿舍里的人吃饭吗？裙子拿来。刚刚好，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们的美妙。你们有什么想去的餐厅吗？又坐大神的车了，大神的车果然不一样。怎么个不一般呀？这车跑起来又快又稳，当然不一般了。那是，这是 Jeep 自由光，它有 Select Terrain 路况自选模式，肯定稳了。啊？什么傻啦？听起来好高端的样子。自己悟去吧。阿喜，你这么讨好大神，不会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吧？哎呀，你。有啊，那个法国餐厅。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新的餐厅，今天开业。不行，我不要去。再说了，你们不也号称死忠中国胃，不爱吃西餐吗？
去嘛去嘛。就是啊，微微，偶尔也换换口味嘛。嗯，可是微微，我们主随客便吧。对呀，主人随客人的便，对吧？师兄，我理解的对吗？聪明。那个地方在哪儿？中山南路658号。那，这是给你的香奈儿5号。谢谢。他好像不知道论坛的事情。反正我微博也被黑了，论坛帖子也被删了，应该也不会有人这么不长眼跟他提这个事情吧，就当没这个事吧。真是失策，谁那么八婆把我长微博转出去。情况到底怎么样？小小，你真是太厉害了，全都被你说对了。我只要做自己，然后保持微笑，肖奈他就主动跟我说话了。你们先下车，我停好车过来。我陪你一起去吧。微微，总要留下个主人招待客人。餐厅里面靠近柱子那一桌，他们怎么也来了呀？难道是来吃饭的？孟逸然旁边那女的会不会就是艾香奈儿啊？我看多半就是她了，长得就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你们怎么知道他们会在这吃饭啊？其实我也不确定了，他微博还没被黑的时候，我去逛他微博，发现他说这家餐厅今天开业，我就在想，搞不好他会来。就试试呗。你们想干嘛呀？切，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就已经赢了，好不好？一点都不喜欢这样，仿佛把大神当成了反击和炫耀的工具一般，而且还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微微，你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什么临阵脱逃？我什么时候要打仗了？明明是来聚餐的，被你们这样一搞，连单纯的聚餐都变得不单纯了。算了，就当他们不存在吧，反正只是同一家餐厅吃饭而已嘛。嗯，一会儿你们给我多吃饭，少说话，听见没有？也不准多吃。师兄，你看你家微微，哪有你这样招待客人的？师兄，微微这么一说，我们一会儿都不敢点了。没关系，我的钱包暂时还不归微微管。那我们要趁现在多吃点儿，到时候微微管师兄钱包了，我们就连咸菜也吃不上了。慢慢来嘛，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谁叫你之前用错了方式呢？嗯，大神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一下飞机就开车过来呢？他肯定以为
这是一场单纯的聚餐吧？哪里会想到有别的目的呢？不要进去了。是啊，我为什么要进去？为什么要为了面子去吃？为什么要为了气别人、打击别人去吃呢？这么好的时间，难道不应该安安静静的和朋友、和他一起好好吃顿饭吗？我不喜欢这儿，换一家餐厅吧。好，我去开车。麻烦了。如果不好意思的话，就和我一起去。你快去快回，这里总要留一个主人吧。你们不会怪我吧？不会啦，不想吃就不吃嘛。你也没怪我们瞒着你搞这些啊，反正也在他们面前放过了，我满足了。微微，其实你不用介意他们呀。倒不是介意，如果这是一家水煮鱼店，我本来就打算来吃，那就算里面有十个爱香奈儿，我也会进去吃。可这是一家法国餐厅，你们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干嘛为了其他勉强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呢？完全不值得吗？搞不好还会消化不良，而且最重要的是居然还要提供大神的美色，亏本生意啊。好了，我了解了，你就是想吃水煮鱼。基本上就是这样，没错。可是就这么走了，很半途而废啊。过犹不及，场外解决比场内肉搏强多了。而且小玲啊，对于潜藏的敌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从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事情来看，咱们的战术还是有效果的。显然肖奈要比之前更关注你。其实什么？据我所知，肖奈之前没谈过什么恋爱，所以你不是他第一任女朋友反而是件好事儿。男人嘛，总要经历些什么才知道什么更适合他。是这样吗？那当然了，你见过几对初恋结婚的？又是娜娜。依然，你不要信那个艾香奈儿，她根本就是不怀好意，拿你博话题博眼球，你被利用了。把水煮鱼吃出法国菜的价格来。请问各位吃点什么呢？我们的水煮鱼现杀现做，味道特别好。都有什么鱼啊？黑鱼，今天特别推荐。好，那来一个八斤的黑鱼。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没这么大的鱼，两条三四斤的可以吧？三斤还是四斤啊？阿喜，嗯，你陪我去下洗手间呗。又不是小学生，去个洗手间也要我陪。二喜，你们现在代表我的形象，知道吗？难道要让大神觉得我是个吃货？可是是我点的菜呀，大神只会觉得我是个吃货呀。物以类聚，懂不懂？大神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了，怎么办？关于胃容量这件事情不能彻底曝光。那七斤半，七斤二两，不能再少了。四斤，五斤，六斤，
真的不能再多了。你这还没过门呢，就这样。你们要是结婚了，我们不得喝粥了呀？谁结婚了？各位，请稍等。哎，叠好了呀，晶晶呀！这么不小心啊？我是说，水煮鱼不要点太多了，最多六斤，我们胃小，多一点都吃不掉。可是我们已经点好了八斤。那怎么办呀？吃不掉就浪费了。大神还帮我们点了麻辣小龙虾，5斤。这么多呀？放心，我是了解过你的胃口才点的。怎么了解的？我们就说上次聚餐，你一个人把一盘鸡翅全吃了。最近考试消耗有点大。我相信你的声音。谁要这种信任啊？八斤水煮鱼，5斤小龙虾，你当喂猪吗？哎，来，点酒了，我们喝一个吧。哎，今天大神开车，不能喝酒。大神开车不能喝，那你又没开。你们家至少得输一个。干杯！好啦，来，薇薇，你喝太慢了，来嘛，喝不下了。谢谢。这个龙虾也太好吃了吧！微微，做什么？不做什么，只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难得一见，所以停下来多看一会儿。为什么不去法国餐厅？前两天有人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个帖子，说我只有外表什么的。继续说。差不多就这样了。他们今天在那家餐厅吃饭，二喜之前知道了，所以才去那里的。名字？艾香奈儿。还有呢？还有的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说孟逸然啊？毕竟只是猜测，万一不是他，岂不是污蔑人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算了，你自己到网上去看吧。不过不要发言，随他去吧。我觉得我也没受到什么伤害，而且艾香奈儿也够难看的了。随他们去，我恐怕没这个度量。你真生气了？我其实没关系的。一开始是会在意，但是后来我试着把这些话当成我上进的动力。不过现在这些无聊的东西连当我的动力都不够格了。
我现在的动力是你。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不要一直停在这儿，快回去吧。这时天刚好黑了，你不用送我到楼下了，我自己走过去就好了。车停我家楼下，我送你回去。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绕了这么多圈，再绕几段，水煮鱼估计都可以消化了。考完试和我室友一起吃个饭吧。啊？哦。不想。不是。只是一直觉得自己和大神的状态应该是准备恋爱的阶段，可被室友这么一搞，好像名分突然就定了，好没真实感啊。而且他是肖奈啊，只是有点不真实。本来不想这么快的，这样真实了吗？传言有一男子在宿舍楼偶遇肖奈，他便冲上去抓住肖奈问：“你对那个论坛上的事怎么看的呀？”“有总比没有好。”那么问题来了，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呀？这六个字乍一听好像没什么，可是仔细一想，真是又毒又辣，尤其对女生来说，真是越想越毒啊。所以说，爱香奈儿和孟思之是怎么没有呀？作为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你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爱香奈儿之所以只攻击我们家薇薇，说到底还是自己没有吧？难道这是真相？必须的。薇薇，你家大神怎么知道你有啊？哪有他抱过来？哎呀哎呀，我受不了这个，我不要模样掉了。哎呀，好了，我不关心你的身材了，可是事已至此，你总得告诉我们是不是抱过来。我想了一想，还是留个悬念给你吧。嗯，肯定抱过。
耶，终于考完了，解放了！哎，九月开学，我们又将迎来一批新的小鲜肉。二喜，我把你的台词都说了，你怎么也不配合一下？不想说话。你怎么了？我在考虑欠下的钱该怎么偿还。别理他，又发神经呢。同学们，我们开个简单的班会，讲一讲关于暑假实习的事情。对呀，我暑假可以去真艺科技实习呀。二喜，你面试上真艺啊？哎，你很牛啊！哎，据说那边的实习生一天100块呢。100块一天？我上次得到通知是8月1要去实习一个月，那就是30天，那就是3000块钱啊！好了好了好了，安静安静，还要不要听我讲了？哎，你借我下手机，我给大神发个短信。嗯、你家大神怎么不买个手机送你啊？这当男朋友的也太不细心了啊！这都想不到，你要是有了手机，你俩也能多促进感情嘛。大神可不是认识几天就做这种事的人，那多尴尬呀、啊。什么时候到的？刚到。考完试我们开会了，暑假实习的事情我用小玲的手机告诉你了呀。走吧，他们应该等我们的。今天聚餐你忘了？那也是你请啊。不然呢？走看一看啊。为什么说师哥这辈子好呢？因为师哥用了这辈子就没挂过科。怎么着呢？挂科难呀。快过来看看啊。哎，师妹啊，来看师哥这辈子啊。为什么说师哥这辈子好呢？因为师哥自从用这辈子啊就没挂过科，正所谓是挂科难。最近啊特别流行用师哥的被子，哎，你来看看啊。没事。夏叔，知道了，马上过去。嗯，好了，猴子在天上去等我们呢。等等等等等等，老去天上去什么意思啊？哎，一会儿叫上猴子他们。今天啊，我呢带你们去一个特别高端的地方。就这儿啊？嗯，对呀、啊，这什么地儿啊？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哎，算了，说了你们也不懂。我这意思呀、啊，这菜好吃。哎，来了，我朋友做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酸菜鱼，尝尝啊，好吃，叫人来吃啊。哎，我寝室的朋友还有家属，哎。你整个暑假就在这儿打工了？嗯。嗯，成，我会叫他们经常来吃的，给你捧场。不用了。啊？我不是老板，我很累。哦，对呀、啊。你下次自己来就好了。
行，一般人啊，我不告诉他。嗯，是不错啊，梅哥果然靠谱一回。嗯，不错不错。哇，你们是猪是吗？这一点儿，给你留了点儿。你看看，还是微微是美好。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了母爱。嗯，你慢点吃，别噎着。老三有异性，就有人性了。都知道关心我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什么经验，你一定要好好带着，啊！再说了，咱们计算机系想找一好老婆，太不容易了，哎，哎。你家老三牵起小手来，可感觉不像第一次谈恋爱呀。三嫂，我跟你讲这件事啊，都是真的，真的，真有人跟咱老三电话里表白，哎，他还说什么舞会的事儿，他怎么想谁不知道呀？啊，叫什么梦，梦，哎，昨天还给咱老三打电话呢，哎。我不行了，我醉了。不带这样爆八卦，只爆一半的。他说有事要向我解释。难道是爱香奈儿的事？那他为什么向大神解释？然后呢？没然后了。三嫂，老三是杀手，太狠。一句话，秒杀，就是，怎么能对女生这样呢？啊，咱们计算机系接一女同学电话，太不容易了。老三他一向这样。你醉着呢？开玩笑，谁眼眼不要当真了呀？再说了，这个酒能醉我？开玩笑。所以你们说了半天，大神到底说了什么？猜啊，你猜猜。你们家大神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你是谁？”耶！这不是正常对答吗？谁接到不熟悉的电话，不问一句你是谁啊？嗯啊，那个，其实那个 C 君呢？就是我们的孟小花。嗯，对，70%-80%，差不多。哎，家老三，那个爱什么呢？咱们直接黑了他电脑。现在是期末，里面肯定有论文。我们黑了他电脑，直接。哼哼哼。做人要有格调。什么意思？你这人平时挺聪明的，怎么就智商有点低呢？老三说你没品。那论坛的事就这么算了。不是你又不是认识老三一天两天了，老三平时什么做事风格呀？怎么为人你不知道吗？
怎么没人呀？经常不是人呀。他们喝多了。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我说大哥，你这菜怎么点这么少啊？大哥，今天是我们计算机器第一次跟女生出来吃饭，你要注意形象，懂吗？形象。大哥，那三嫂算女生吗？三嫂在游戏里的形象那叫一个彪悍，大家都以为她人妖呢，你知道吗？再说了，这女生是什么呀？女生是咱们可以争取的有限资源。三嫂已经有老三了，她现在就是第三兄弟，你注意形象个屁呀你啊！啊，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哎，夹菜夹菜啊，加一个毛血旺，然后香辣蟹，再来一个麻辣小龙虾，然后再来一个剁椒鱼头，记住一定要辣，越辣越好。哎，别点辣，别点辣，老三平时不吃辣，他请咱们吃饭，咱们吃，他看着就行了。加辣啊！大神不会吃辣？不可能吧？水煮鱼那天他明明吃得风生水起的，眉头都不皱一下。不会。去了，我是不是很有天赋？还不错。技术流，绝对是技术，有前途。老三，以后咱们出来玩，就带着微微师妹呗。没有下次了。为什么呀？打算在家里摆个球桌，时间差不多了。微微还有门禁，我送她回去，你们继续。我记得那天点的全都是辣的菜，连水煮鱼都是最辣的。没关系，我可以因人而异。不吃辣又不会怎么样，你不用这么迁就我的。
你不用帮我做这么多。那些打水、帮我买早餐的事儿，一点都不适合你做。微微，我第一次和女孩子相处，常常不知道做什么。至少现在，别人做到的事，我也要做到。雨水滴在我的外套，思念浸透我的衣角，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出现的刚刚好。擦肩而过你的发梢，要关门了啊，快点。像是春风吹绿青草，你回去晒一下游戏，我有东西给你。好，晚安。晚安。快回去吧。让全世界知道，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你对我多么重要。昨天就做好了，本来不着急送的，可是现在却好想送出去。给你，我说过会补嫁妆的。其实之前除了问风腾公司要了五只灵兽之外，还要了两种稀有材料，天山白玉和九天淬火，还有之前的一些材料，就做了这个。你之前的发簪已经很顶尖了，我就想试试能不能做出更好的来。没想到我人品真的不错吧？是我运气不错。那都不错好了。我在说什么呀？发微和解，就是发簪拜微微的意思。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可以改，我没有文艺细胞。不用改，我很喜欢。结发与微，那个我先下线了，今天有点累，想早点休息。夫人辛苦了。
发微和解，就是发簪拜微微的意思。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可以改，我没有文艺细胞。不用改，我很喜欢。